每一个人眼中的世界也许都不一样，你的世界有多大？有时候一座城只有方寸大小，有时候一瞬间却有无数个细节，无数个故事。你的世界有多大？取决于你我能看到的细节有多小。用发现美的眼睛带自己去内心的目的地，学会看清每一个小细节，从中发现更大的美好。